接近七个月了，七个月啦。我们上次开的时候是四个月的时候哈，那时候是多少只啊？整八十三了。啊，那时候是八十五只左右。八十五只啦。然后现在你那天是几时啊？几天前。前天哦。前天啊。哦。前天我算是170只左右。170只。那我呢？ 我大概是楼上楼下大概是做好的接近30个了，然后打底的有十多个了，有十多个了，有四十多了哦。那么你多久算一次？我大概是一个星期啊，算一次这样咯。一个星期啦，从开生到现在7个多月。 每一个月大概增长多少？每个月大概有增长20只左右啊。20只啦，就是说，我们开生的第一个月是多少只啊？二十多只罢了。然后第二个月？40多、60多这样咯。60多。一路增加20多只，二十多只。哦，就是说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就大概有这100多哦。哦，然后第六个月、第七个月的时候就慢慢增哦。现在有170只。哦，OK。 对这个环境是还好。